别争了，谁能跟我组成一个仙子，谁就是我的好朋友。大宝，你一定要跟白雪的约，组不成仙子。那你们一个跟白雪组不成仙子。啊，熊妹，咱俩是好朋友啊，你的一和我的牛刚好可以组成生气的生。啊，是啊，小朋友，咱俩一起去玩吧。什么？熊妹和大宝这么快就成好朋友了？我也要赶紧找一个好朋友才行。找呀找呀找朋友啊，那里有一个汉子朋友。贝儿，你愿意做我的好朋友吗？当然愿意啊。我是月，你是人，我们可以组成，可以组成。我们好像组不成仙子。抱歉啊，白雪，看来我不是你的好朋友。啊，那我的好朋友在哪里呀？找呀找呀找朋友，我也来找好朋友了。你是。太好了，白雪，我们就是好朋友。让我看看，你是日，我是月，我们组合在一起就是明天的明。艾莎，你太厉害了。艾莎姐姐，原来你在这里，我们来做好朋友吧。可是小妹，我已经和白雪做好朋友了，我们现在是名字好朋友。什么？艾莎姐姐，我特意来找你跟你做好朋友的，你怎么都不等我呢？艾莎，这下要怎么办啊？小妹别难过，你是时，艾莎是日，我们两字可以组成早上的早字。要不你们做好朋友吧。那白雪你呢？我没事，我再去找找别的朋友。找呀找呀找朋友，看来我找不到好朋友了。白雪，你的好朋友来了。啊，怎么出现了这么多奥特曼宝宝啊？可是你们谁是我的汉子好朋友啊？当然是我了，我是骨，我们可以组合成胡子的胡。不行，你一定要选我。我是干，我们组合在一起就是心肝宝贝的肝了。你们都走开！我是生，我和白雪组合在一起就是胜利的胜，所以我才是白雪的好朋友。不行不行，我才是，我和白雪都是月，两个月可以组成朋友的朋，所以白雪，你应该选我当你的好朋友。就选我。好了，奥特曼宝宝们不要吵了，让我问问小朋友们，我应该选谁吧？选我就发送一一，选我就发送二二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要发送333哦。发送333才对，我才是白雪的好朋友。如果觉得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的话，就发送666，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哦。